从小在芦洲长大，看到的都是神将，所以从小就很想加入神将会。我是芦洲民俗发展协会总干事李一章。神将的重量差不多都在45至48公斤左右，脚力要有，那肩膀要扛得住。第一次不会走，这样好累，回来痛个3天。我们的神将脚都有工作，有业务经理啊，有军人啊，还有当老板的，大家都是会来帮忙这样子。神将的起源是在1880年，就是来自于芦洲，他看尽了芦洲区的一个发展。我是芦洲中医庙神将会秘书柯介宏。神将跟芦洲其实是有密不可分的一个连结性，这是一个充满着文化意涵在里头的一份传承。109年呢，三民高中的一些历史老师们来中医庙找我们，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把神将这种文化带进来校园里面，让一个文化，让一份艺术能够流传50年、100年，走入教育是最根本的方式。下课时间，好多学生都希望来体验，来承受一下这种战甲啊跟骨架的一个重量。我觉得这个互动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一个欣慰。我是芦洲人，现在13岁。刚进来这一间中医庙的时候是3岁，幼稚园的时候进来。进来就是爸爸把我带进来，然后也有这个兴趣。我是芦洲人，今年29岁，也是因为有兴趣，那一方面对宗教热忱，所以才会来参加我们芦洲中医庙神将会，担任神将脚一职的工作。神将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为神明服务，我们就很开心。而且我们走起来脚好看的话，那个手的力与美会展现出，哇，这尊神将走起来就是很威武的样子。